确实，我第一眼看到张仁就觉得他超正，但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人，最好的女人。我爱夏天。萧敬腾一见钟情 Summer， 被问以身子反应耐人寻味。那你喜欢现在的状态？我喜欢啊。我觉得我很幸福，然后让我觉得我的生命很有价值，踏实。萧敬腾和经纪人 Summer 爱情长跑16年，终于认爱，宣布结婚，并亲手宣传新专辑《野生》，大放放闪。确实，我第一眼看到张仁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超正的。好，就这样。我的生活其实就已经都变化了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做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。牵牵小手呀，或者是在同事面前，或者在大家面前去表达这些东西。所以现在在外面，你自然而然可以牵手啊。哦，当然。你不说牵手可以再进一步吗？比如说亲脸颊，在工作场合。在我们彼此心中，我们早就都已经到达了。包括婚姻也是一样，其实我们没有一定要这么做。婚姻是我自己坚持要的，我必须要什么。对他，他是我的老板，也是我的家人，也是我的亲人。他会兼顾他的专业的角度，他也怕耽误我的职业。他很好，他不希望他把我锁住了。就他一直抗拒你的爱，他没抗拒，他没有抗拒，他都给我很多的空间。但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人，最好的女人。其实我现在更希望她就是我老婆，因为我觉得她是全世界最辛苦的女人，她会永远监督我、理解我、理解我。你现在除了长爱16年以外，你还有藏什么不让我们知道的？你那个以前有小孩吗？啊，每次问你，你就说，你就只能问这个吗？这是真的吗？对不对？然后现在你在学我几个？有小孩不能说啊。你们又要给我乱下了。我没有小孩。小孩这一部分呢，我跟 Summer 是一致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下一有计划什么时候要办喜宴？明年吧。对对对。反正你们肯定都要来的嘛。真的吗？明年台湾会有？明年会有吗？其实都定了，但先不说。那你会先办婚礼还是先办演唱会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他是同一场？分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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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开